国王守一个区域的防守，来看一下篮底下 Watchman 摆进这两分。目前现在领航员的阵容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少看到的双洋将在场上，是前面 Watchman 跨过林书伟要来直接单篮得分。我刚才以为他又要花式运球了，他又要直接运过去了，直接从头上运过去。简佑哲底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空档，或许肯绕过篮筐，这一球吃掉了穆伦斯。是，确实啊，小白要分球。过去本这边切入转身，再转一个，最后吃掉了 Quincy Davis。来看一下 Watchman 战斗陀螺，先转一边，再转另外一边。哇，这球假动作做得非常的漂亮。Watchman 这边要找队友吗？这边空间有点拥挤，到篮底下还是被他打进了。哇，这个今天领航员的两名洋将啊都是打疯了，他不管是在内线的一个进攻还是外线的出手都是打得非常的强势。哇，这个这么挤还可以被他挤进两分，是球被拨了一下在后场。现在国王队会用这样的一个防守来说的话，是只要内线的部分失分是比较多的状况，所以让现在目前为止国王先用一个防守。又是陈宇瑞，又是压上的一个后门，陈宇瑞篮底下再拿两分，好球。